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 Y 世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。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o ready to roll。70年代，不过我最 high， this school people 从来不跟谁 goodbye。只有 fu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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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哭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包扎头在往里卷风，左右摇摆，上下一直神功。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。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忘了你邀请他一来，与其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。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想念的、失恋的，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。80年代要喊什么 ？B-boys, B-girls, let's make some noise。紧裤子紧上衣，秀出你的身材，有人露出尖牙，千万不要惊讶，嘻哈正在发芽，别怕他假牙。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't no stopping， 跟我一起唱，快乐崇拜，快乐舞台，虽然快乐像个病毒，病毒会传染。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，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 ，Hip hop for life，That's right，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's up，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，扬起你的嘴角，跟我快乐崇拜。为了你存在，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期待。虽然少了时间，千万不要倦怠，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有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动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？ 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这是快乐的秀。想念的、失恋的，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？